们今天呢擦着防晒就知道要带着大家出去玩啦。没错。那今天呢我们要带着大家去金山的黄火祭，这边有什么好玩的地方呢？今天呢要带大家一起去体验我们最古老的捕鱼方式哦，是我们的砍钩体验。啊，还有呢，还有呢，还有另外一个捕鱼方式，就是我们的蹦火船蹦灰啊。对，超级期待的，我们赶快出发吧 ，Let's go！、Yeah!今天去哪玩？我们现在在哪里啊？我们在万里的下寮海滩。那为什么我会摆出这样子的动作？我们等一下是要参加什么活动吗？等一下带大家砍钩体验哦。那什么是砍钩啊？就是在古早呢渔民所发明的一种古老的捕捞方式哦。那只要一条网子跟一艘小船就可以完成咯。好厉害哦！要怎么做呢？待会就是会有船长开船，然后带着我们的渔网出去绕一圈回来呢。那我们在岸上的所有的大大小小的朋友，我们就要一起把那个渔网给往回拉，往回拉，就跟大海拔河一样哦，就跟拔河比赛一样，没错，哎，感觉很有趣哎，那我们赶快来去看吧 ，Let's go！ 快点加油加油！现在要去哪里啊？我们现在准备要看蹦火船的表演。哇，好特别！蹦火船是什么东西？它呢就是用电火石，然后它会产生火光，那我们的鱼会有趋光性，所以它就会跳出水面，然后我们就赶快用渔网把它捞起来。哇，很特别，好厉害！而且我其实我知道，就是我们现在全世界只有四艘的船才可以以这种蹦灰啊的这个方式来去捕捞我们的渔获哦。好特别，好有趣哦！那我们赶快来去看吧 ，Let's go！我们来到金山万里的黄火祭，对，然后我们也体验了两种不一样的捕鱼方式哦。对，那今天的第一种呢，是我们的砍钩体验，就像拔河一样，与大海拔河。
超卖力的，超赞。第二种呢？第二种呢，就是我们的蹦灰啊，蹦火船，那它就是用电光火石跟水，它之间会有亮光，然后鱼呢，它就会跳出水面，我们赶快拿渔网打捞起来哦。超特别的，所以其实金山万里这一带有非常多很好玩的地方，哎，很推荐给大家。而且从饭店开车过来大概三四十分钟而已，很快，没错，所以很推荐大家可以赶快安排一个小旅行啦。真的。好的，那我们今天去哪玩就到这边，我们下次见啦，拜拜。